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拍到他跟朋友两个人的深夜出游，但是在转弯的时候他按了这个喇叭，导致这个前面的这个机车骑士一边回头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路况，撞倒了路边的摊车摔倒。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，虽然说撞上的那一瞬间速度不算快，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就这样结结实实的撞倒了这个摊车。机车骑士呢整个人是连人带车摔倒之外，这个摊车整个倒下来恐怕也有压到这个机车骑士。而这起意外呢是发生在高雄的阿莲区，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晚上11点钟。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这个人车在行走了，但是看看这样的行车方式哦，在转弯的时候这个前面的机车骑士顾着跟后方的朋友嬉戏，结果呢害自己自撞摔车，不但是自己危险，如果是把这个摊车给撞坏的话，后续还得负起赔偿责任。